能在武学有所成就，全凭他的刻苦勤奋、鲜活两份精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遵从师傅的教诲，着重尊师重道。他在成名之后，又重新追随他的师傅，拜师深造太极拳，深刻领悟其中精要，其后还能铁铁心，创出自己的武学流派，成为一代宗师。